怎么能说我不爱呢？想说的没说的，又有谁还想听呢？先转身走的，永远都是错的，对吧？你说呢？我听着，多的提的附和，在夜时分呢，怎么不爱就不对？拖着难道就不会换一身狼狈？没谁吃亏，这样一起往下坠，一起假装无所谓，无所谓眼泪没感觉，多贴切，不爱就不对。该拿走的都别忘了，我该还的我双手奉着，别计较舍不得，说穿了失去也算过的，真是多残忍，真相总太伤人，这些你听着，煎熬别忘了，我希望你快乐，别太在意分寸。怎么不爱就不对，拖着难道就不会换一身狼狈，没谁吃亏，这样一起往下坠，一起假装无所谓，无所谓眼泪没感觉，多贴切，不爱就不不对，不爱就不对，那是我不对。谢谢。好，我们马上进行下一个游戏，不爱就不对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游戏是不爱就不对，听出题目中的歌曲，抢答并说出“哎，我知道了”才可以答题哦，回答正确就可以得一分。好、yeah. oh. yeah. ，我们分三队嘛，这样两个两个两个这样。是的，好的，好。今天的方式就是用 Google 小姐念。2007年那一首《定情曲》的前奏要是。2007年那一首《定情曲》的前奏。哦，好快。好强，好强，我们还不习惯这个模式。是的，Google小姐，来下一题。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。哎，我知道了，听海。可以唱一小段吗？唱唱。写信告诉我今天海是什么颜色。下一句歌词就不会了。好听，恭喜恭喜。好，继续下一题。千江水，千江月，千里凡，千重追追追，思尘，爱我知道了，哎，谢谢你。啊，对对，我们都忘记了，对，我们都忘记了，追追追，唱唱唱，千江山山，算了啦，对对对对，流离也心，对流离也浪 ，OK， 哦，对对对，我们要讲，哎，我知道了，这样，好，嗯。下一题，能给的都给了，啊，我知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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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答案是什么？不爱就不对，可以唱一小段吗？哦，哎，又是打歌了，能给的都给了，怎么能说我不爱呢？哇，好好听哦，好强，哎，小婉你们加油，小婉你们还在吗？我们在这边啊，习惯 Google 小姐。好，下一题。雨落下来，花怎么都不开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背叛。哦，可以唱一下吗？肯定。我们还在等旋律出来，你知道吗？还没有旋律啊，没有旋律，没有旋律。在等旋律。唱一下段。那个。牵牵想你的心如何 say goodbye？ 你比我
清楚，还要我说明白。好听。哦，下一题。有一日，咱若老找无人假，咱有效。可以啊，哥，完全没问题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我知道了。KO 张惠的二。差一小段。无期期待，那道找无人卡咱有效。我会陪你坐点饮料。听你讲，少年的时阵你有我高。哇，好好听！太棒了，我终于派上用场了。今天废棒哎，超废的。没有，加油。在等旋律，对不对？对，等不到。我们等下下一题。好，让他们三秒。请。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就怨日子枯燥，没什么烦恼，恐怕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，想到没完没了。这个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完了，真的不知道。你我们两个人都在唱一样，我刚刚是你给我听好。哦，站一下看。Yeah, 你给我听好，想哭就要笑，其实你知道，烦恼未知。越来越明白。耶！越唱越后面。终于得一分了，我们继续下一题。听若即若即人列讲话，听若即若即八七。原来我的歌翻中文是这样。听若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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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知道，就是我的新专辑《听偌济》。哦。要转告北朝威了。可以唱一下吗？听偌济，偌济讲了偌济，到十九的北朝威，今嘛要讲倒一个，找不到的彼一个。是阿袂恁的花，也是袂啥人的菜。耶！好，我们下一题。过分认真的人生，怀念曾经多天真，习惯了分分合合，每次唱生日快乐，就愿望还未发生，又得想几个新的。我明明有做功课啊！为什么听不出来？你有做功课？这题其实真的好像有点难哎、欸。对，他有点年纪了。要不要再一次？谁的歌？你知道吗？要不要再一次？你们要不要再一次吗？让你们听清楚一点，我还不清楚。哦，你还不清楚是吧？再一次，我觉得我们再听一次。所以再听一次，再听一次。回忆只剩下局部，就算再和你倒带，人生能是安抚的。那时环游世界的梦也不再做了，只要依靠着晚餐，还是一个人。你曾经坐在这里，笑着热汤给我喝，想。哎，知道了，陈奕迅的《倒带人生》。哦。但那是我们这个年纪的，所以。比较旧歌，被领到之前费了，我吧。就感觉是有听过，但是就是、最后一题，至少不用惩罚。去学校的路很久没走，哦、最近也换了新的工作，所有的追求是不是缺少了什么？想象着生活风平浪静，打开了窗户，突然想起，我觉得我也失效了哎、欸。给我们提示，过。走。对，是。啊啊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两个词就是。鱼仔，鱼仔，我鱼仔，鱼仔想来想去，这是鱼仔吗？这是鸡吧？怎么办？恭喜答对。小港的白，为了小港的空，听
会被踩落，你今晚被讲得起来，心内话就空心的，残酷家己无得找，到处都会被踩落，用心赶快去想的，才买得起一个。是阿伯的那会，也是过家人的错。多少人在讲话，听多少捌听过的话。小港的话，为着小港的爽，小港的悲，为着小港的苦。听到十九的白菜话，你心肝被关得起的，心内话就放心的，残酷家己无得找。到十九的白菜话，拢情感款去想的，找袂到的彼一个。是阿伯的电话，也是袂请人的菜，因讲拢是不得已，无算是欺骗，拢是为着你，今摆你想卖梦遐多，但还真哩得。你猜你听过一个人的三个，啥物是真的？拢只是假讲的，这是习惯甲规矩，大家拢安尼敢讲，无人讲话，白猜话就会变做真。相信一个两个三个好骗，一回两回三回，搁较多搁较多，别再问。是要为了这回，也是为了人的尊严。